直播執完句啫。咁我直頭幫你閂埋燈添啦。喂 ，thank you， 拎曬上台得噶啦。既然係直播執半句嘅話，或者執埋。喂，頭先嗰只力天使反而我叫執得幾順暢。係咯，冇佢件其實唔算好散收收啊。係啊，佢主要啲件都唔係，係啊，呢樣嘢幾好。我又做少少總結啦。其實今日三隻嘅高達產品咧，坦白講係每一隻都高質素。係呢、這個真係鐵一般嘅事實。咁即係純粹只係我尖尖。所以變咗先至會覺得爭咗少少嘢咁啫，咁啊，但係呢一隻揸鼓咧，無可否認係完全唔需要再有任何瑕疵，即係呢啲路路，哇！真係出得非常之靚，係貴咯，係咯，千百蚊係哪嚟？係哇！但係佢嗰排咁嘅武器咧，都真係風琴咁喎，係啊，真係好靚，設計又靚，做出嚟又靚，齋仔又靚。你想一想这个呢有没有看空手的图牌哦有啊有啊我 OK 的你指个技巧还是什么个技巧其实我两样都 OK 不是有画师画的幅画好靓哦我见到见到见到很有街霸 feel 我觉得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就是有些水彩 feel 的他的手真的有力个造型好街霸我始終都不明白香港運動員怎麼可以在這個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拿到這麼好的成績你意思是指即因為是很辛苦的嘛他們是得到很少資助啦有些場地支援又少長期都沒有啦但其實原來即不止香港的有很多國家都是很多國家都是對運動員是 很黑薄就是這樣咯他們拿到獎的時候我們又很開心一兩個星期所以變咗，我都希望真係希望喺運動員嘅援助或者資助方面咧，都可以即係長遠啲咯，就唔係喂淨係過運嗰一排嗰下，大家感動完算啦，咁就浪費咯。你話譬如單車已經唔係今時今日啦，已經喺香港都算係一個風土運動啦，即係因為香港人叻嘅運動都唔係多。講得好啊！但是你話即係有冇資助過？有冇人？但係劍擊咧，劍擊其實香港都有人玩㗎。係。你聽阿森美佢自己講啦，佢讀書嘅時候已經玩㗎啦，劍擊。係。不過呢樣真係玩咯。係咯。就唔即係換票性質。好啦，你真係話長久性地即係有得到呢一個政府嘅資助嘅，又唉唔想再講落去。越講越單真係。啲開心嘅比唔開心嘅唔好啊！冇經濟效益啊！有人話，唉，明咩嘢都講經濟 ，fine， 冇經濟冇飯食。要係真係冇經濟效益先，其實真係唔係啊嘛，睇你點樣用佢啫嘛。係咪佢經濟唔係咁？你都唔識用，咪話冇用咯，就係咁啫嘛。只不過係咁。你又變咗圍院啦？你嗰啲圍院阿伯煲，圍院阿伯煲就去咗。你而家冇八寶膠條啊？有啊。哦，執翻上嚟先。Thank you。喺啱啱出現一大堆嘅產品，不過都係嗰句，如果即係坊間啲朋友留意到邊度有 GMQ 賣咧，通知聲啦，都未揾到嘅陰公。頭先出旺角影都冇，諗住順便拎埋過嚟爆啦 ，sorry。好，咁應該都差唔多啦，係嘛？真係要熄機咯喎，哇，勁！OK 嘅，翻到去嗰度攞翻個花唔到個袋住都幾點嚟㗎？正啊！我冇鐘，11:09。啊！我諗等陣先啊！唔係11:07啫。哦，完啦，而家完啦。
拜拜。